来买零食，因为 Michael 想吃 jalapeno kettle chips。我没有很想吃零食，所以你自己挑。换这个吗？哇，好多哦！而且是三块，是的，四块，真的很美国人哎！哇，开心哦，可以去慢慢买。哦，那个看起来很好吃，什么 coconut roll？ 因为你长得像蛋卷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小朋友。刚刚回到家，又收到我二度团购的小潘凤凰酥，然后他们这次还有送红包，然后我这次订了两盒，因为上次订了一盒不到一个礼拜就跟 Michael 全部吃完，所以这次就订多一点。Ordinariness of the rest of the quote starts gonna shine without darkness.I think that works well. It's a nice design. Michael 要去剪头发了，他头发超长的，好像已经几个月没剪了吧。然后我跟 Bush 在车上等他， Bush 一直在盯着 Michael 看。然后我还把电脑带出来写功课，因为我在车上我也不知道干嘛，所以我就想说就把功课带出来写。对，而且我这个人做事就是我开始做了我就不太喜欢只做一半，我就想要把它很急的把它做完。今天天气还蛮好的，原本早上是阴天，然后下午就太阳就出来了，可是好像接下来四天都又会下雨。变成一颗蛋了，帅蛋！你额头看起来好亮哦，干嘛？你快秃头了。Double Taro Signature。哦，可以这次买不一样的吗？这个也看起来很好吃，我也想买。哇塞，好空。对啊，拿到了。太高了。对啊，然后你就没有头了。还是你太矮。我才没有，刚刚好啦。你先喝啊。你好。哦，好烫哦。这好好。上亮了，烫，那好喝。什么？你要喝？这又要回到我们的 food review channel。我们买了什么？杏仁茶加那个芋圆，然后我买的是紫米粥。哎，这个帮我拿。Thank you.
我们来买什么？是牛肉。你为什么那么兴奋？是我的肉。你是 egg roll， 你是鸡蛋 roll。鸡蛋。拿到 cinnamon roll 了。昨天在 Instagram 上面看到这一间，然后很就是有一个人介绍这一间的 cinnamon roll 很大，两个人都吃不完那一种，所以现在我敢吃 cinnamon roll， 所以我们就来买来试试看。然后刚店员还给我们这个什么 Valentine sprinkle， 就是甜甜的，可以撒在cinnamon roll 上面。打开，要打这边，好大哦！这个好大。raisin， 小心点。哦，那先倒这个，然后再帮我撒这个，好甜的感觉啊！也很划算的。对呀、啊，只要你一个人的话，可以吃两餐吧。好吃吗？我有点干，面包。出来散步，小胖在后面大便，他在看我哎，你看。因为风很大。今天周末我们终于出门了，可是今天在下雨，就好不容易周末然后出门却下雨，真的不爽。我们今天来 mall， 可是没有逛街，我们是来找一个东西。今天假日，所以人有点多，有点可怕。哦，给你们看 ，mall 还就是做了一个新年气息的这种东西。Thank you. No problem. Take care.我们没有找到我们要的东西，可是我们刚刚买了派，就是经过看到，所以买来试试看。我们要回车上吃了，好期待！我们买了一个甜的跟咸的。量小小的。今天下雨，然后也不知道去哪里，然后 Michael 就带我来这一个，就是来找食物吃。反正我跟 Michael 就很爱吃，就一直找好吃的吃。所以今天的行程，下雨天的行程就是一直吃，超好笑的。就是人家在逛 mall， 然后我在逛一间一间餐厅的那个 menu， 看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点。刚刚去买了鸡排，我还请就是老板不要切，我想要就是吃跟台湾就是鸡排一样的感觉，就直接可以这样放在一个纸袋子里面吃，真的很台湾。你看他用这个塑胶袋，然后这样子装，蛮好吃哦，可是有点薄。嗯，哦，遇到那间台客。的鸡排比较厚，可是两间一样好吃。
今天没有下雨，可是也没有到大太阳，就没有下雨这样子而已。对，但是总比下雨好。很久没有喝 Starbucks， 然后今天就特别想喝，所以就买了一小杯。嗯，好好吃哦。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家那么喜欢喝 Starbucks， 像高中女生。我们到西雅图的南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Camp， 然后 Camp 这边有一个是叫做 Camp Station， 就是有点算是小型的户外 mall， 然后这边人很少，所以我们就想说来这边走一走，然后溜溜步行，就根本这边都没人，就是这边的店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受欢迎一点，不是那种那么 fancy 的店，所以这边人就蛮少的。外面超冷的，然后找到这个火来烤一下，很温暖。